嗨嗨，我是雪兔。今日呢，是我们来到了日本的第二天。姚哥呢，他已经先行的与可凡、汉美、琛琛、老茶他们早上的活动行程，就是在附近走一走、绕一绕，就是雪兔跟信夜游的 maybe 差不多的路程。信他们应该还在休息，而我呢，打算趁着这一段时间，大概还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去一趟附近的电玩店，想来去拍一下 Mesa Star 宝可梦最新的机台。中午的话，我们就要去吃饭，下午可能可以见两位知名的 YouTuber，一个是好久不见的朋友，另外一个就是没见过，但是都有在看他的影片。一位呢是多米多罗，六的话是晚上会一起吃饭，我们会去吃居酒屋。中餐我们吃的是牛排，我不打算在这时候可能多吃一点什么东西，怕肚子会太饱。哎，你回来了，买完了。我跟你讲，我是宝可梦中心调塞毁销售专员。我买了一个很好笑的巨前蟹娃娃，为什还有么？为什么我就买？喜欢这些奇怪的宝可梦，还有菊石兽娃娃。我跟你讲，我就是他们雕塞货专员，郭家门卡套，这还蛮好的，在这还顽皮蛋，顽皮蛋跟雷那个顽皮雷蛋跟雷电球的，哎，这些东西真的是超级被人气的，没有人会想要买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有大前蟹，我要买个巨前蟹跟它搭配。然后我有多次菊石兽，可是我没有菊石兽。哦，难怪要到配合。没错。好，换我出去一趟啊，12点嘛。12点集合。好，那我12点在楼下，晚点见。拜拜。这里有全家哦，所以如果肚子饿什么东西的都可以来这边买。最近因为有台风天的关系，所以气流影响，这两天很容易下雨，那你就要带雨伞以防万一。还好这一次要去的点呢，没有离饭店太远，那我应该可以速速的过去，看能不能拍摄。不能拍，我有玩个几道，然后再回来。晚点我们是大家一起走路过去池袋的火车站。好久没去秋叶原了，秋叶原应该可以逛一整个下午，这个问题。只是因为里面也是有很多吃的店什么的，又不能去女仆店里面拍摄。日本这边戴口罩的规范好像还是有一些，就没戴口罩似乎也是会被举报或什么东西。这一次在路上有看到很多一些年轻的男女都没有戴口罩，没有像台湾一样口罩戴得这么的严格。你看，现在路人其实还是有把口罩拿下来。现在是11点半，人已经也算蛮多哎。我还以为在这个时间点街道不会想象中这么多人，可是蛮多人的。2 hours later， 哇！一不小心拍完了，都已经外面下雨了。哎，不得不讲，真的玩得很尽兴，超级尽兴。如果有空的话，再过来继续打好了，好好玩啊！现在呢，我们要前往秋叶原，这是算捷运吗？有点像，又不像，复杂的地铁线，超多线。这里真的好矮哦。对啊，而且它应该是没有空调，你知道吗？还是有啦，可是有点很少，就很闷。对，下雨的话，然后地铁，我们昨天在那边找超久。你知道，它铁路其实是超多家公司各自运营，所以就超多线。来日本这边就是想要大吃特吃，你知道吗？我已经想好，在这一次我就吃肥回家，再好好的减，看这一次会不会吃到60公斤。哎，免得没到便宜，我们跟单纯走错了吧？第一人称视角。
杀都很不会说日文，就是看到日本就先 pass 就对了。pass 为什么？讲 mass， 就前面 run 然后 mass。我要讲 sauce， sauce， 最终回 sauce。耶耶耶！这一间呢，吃完啦。十分，我给这一间九分。如果是以台币来去做计算的话，大概是3500一个人，真的不要太小看。假设大家平时的食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多的话，听从店员的建议就好了。因为刚刚其实店员只是讲说就两个四人份嘛，如果真的只是两个四人份，我觉得我们吃起来应该不会那么的饱。琛琛他又在点了一个乐爷，不是七盎司啊，他那个乐变三盘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熬懂了，傻眼了。没有，我本来想说七盎司，那我自己吃应该刚好吧，对吧？因为我们平时在吃台湾的，就食量好一点，吃到十盎司都有可能啊。对啊，然后加上上这个根本就是12盎司有吧？怎么七块？对啊，没下雨的感觉就是爽、哦，超好的。只是希望下一餐不要太近，因为真的好饱，而且我想要吃菜了，给我一些菜。哇塞！我们这群男的要去帽子店，但现在这个是车站。可是这里感觉也太空了。雪兔的帽子不常换的其一原因是因为帽子店在台湾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多样性。有帽子店，但他们的店的种类不是雪兔所要的，要不就是一般的帽子，要不然就羽服帽。像这种绅士帽的话，有时候看到了它的一些版型也不是我所想要的。种种的要素下，我就很少换帽子。今日则是琛琛说要买牛仔帽，就问说，哎，那边也有蛮多的绅士帽可以去看看。我说好，那我也要去看一下好了。日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台湾有点相像啊，我觉得。刚好我们要去的这个现在是新日本桥这边，人蛮少的。我需要的是这种比较扁型的，但他们的绅士帽都是比较高的。这个是给我泡的，还有这个，这个多少？它这个弯起来比较远，超大 ，huge big， 那比我想的大很多。对啊，秋叶原 ，Let's go。这是什么啊？这个是香蛋咖啡，香包子。秋叶原到了，3年之久。旁边呢有许多可以来去逛的，但上次我记得我们走蛮久的，就是把很多地方都走走晃晃过。当然，秋叶原是一个很大的地区啊，不是一条街，自然它可以逛的里里外外是超多，只是就是天空不作美啊。看到本人好开心哦，你好开心哦，为什么都变 Giggle 啦？他上面写什么？他要关店了，闭店告诉我。可是之前来没有 Giggle 啊，还说之前他只不过是从 Sega 变成 Giggle。但还是差不多。こんにちは。レト店3階の方ではですね、大本社大たくさんございます。我认为店员可以去当实况组。店员可以去当实况组。嘴巴马不停蹄。好扯哦。真的好可爱哦。哎，我知道这个怎么用了，我知道这个怎么用了。你先在这里按那个100块钱，然后按这个交通器，之后呢，他就会叫你去 B 卡，哎，你就把自己的卡往上压，然后就会扣100块钱了，变3912，他这边就会开始闪烁，可以开始按了。来哟、哦，有了吗？
没有，哇，这爪力，我操！啊 ，B One 也太嗨了吧！一堆人玩钢弹哎，一堆人哎、欸，人也太多了吧！好久不见，买帽子，神奇哦，都好久不见，我还以为你买了一整套，好神奇啊！不错，应该我今天穿那个好不错，耶！18岁禁止喝酒啊！不要碰到！妈的，有个棒子啦！小心了，小心！哦，对，太暖心了吧！是不是有现象？大家都是看摔跤，看摔跤。他们不懂，他们不懂。这一次六偷偷的把账给结掉了。我们还有跟最大尾的多米多罗 YT 吃饭。一直在下雨呢。还不错，这一次吃的他的酒啊，其实还 OK。然后食物的话，有几个是亮的。今天中午的那个牛排真的是一绝，真的是一绝，就是贵了点，一个人大概是3500台币左右。可是美食当道，我认为是值得的。我们在唐吉诃德这边逛了快30-40分钟了，其实都有买一些吃的及伴手礼给我的朋友。那这里的话，现在时间已经是10:50了，快11点了，我觉得要赶快回去梳洗休息一下，因为明天我们要去迪士尼。也不废话太多了，我们等一下就回去饭店准备梳洗睡觉。好，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拜拜。